出发！出发到河边。好，你喊一下我听听。我是古木森，恩恩克人。我们是中国最后一个驯鹿部落。这个驯鹿也叫那个角鹿，因为它这个公母都长角，也是唯一一个鹿科里公母都长角的。春季和夏季的时候，他们会吃那个嫩草嫩叶。到冬天的时候，它主要的食物就是苔藓了。反正驯鹿呢，它是寒带动物，它生活在北极圈内。咱们中国这个驯鹿呢，它生活版图里的最南端，是我们鄂温克人300-400年前在俄罗斯那边迁徙过来的时候带过来的。鄂温克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以狩猎为生。他们追踪着猎物的足迹而迁徙，驯鹿以其温顺耐劳的性格成为了这个民族最忠实的伙伴，在迁徙中承担着驮运老人、孩子和货物的重任。1996年，中国政府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狩猎，驯鹿又用其春生秋落的鹿茸、鹿角，让放下猎枪的鄂温克人有了一份稳定的生活收入。现在放牧的人越来越少了，只剩下200多人。我们与驯鹿相伴，过着游牧生活。不进店了？进店？他这不进呗。想看妈妈做饭呀？儿子，跟妈妈进屋炒菜去，走，帮妈妈端着菜。好嘞，走吧。妻子丹尼会经常带着儿子来看望在大兴安岭深处放牧的古木森，而古木森与驯鹿的故事则与他跟丹尼的爱情紧密相关。古木森家族世代放养驯鹿，但却在父亲这一辈中断了，而丹尼的奶奶则是当地有名的驯鹿人。古木森在丹尼奶奶那里被一只小鹿唤起了深藏在基因里的对驯鹿的热爱。我从第一天看着驯鹿的时候，我就从内心里头感觉到亲切，特别的特别的亲切，就看感觉到上辈子可能就是驯鹿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是就是同命相连那种的，有血缘关系那种感觉。尤其是看他的眼神，就是那种能看见清澈见底，就是感觉到特别单纯。丹尼奶奶看到古木森如此喜欢小鹿，
也有心让年轻人继承鄂温克的传统文化，就把连同这只小鹿在内的四只鹿作为丹尼的嫁妆送给了古木森。而这只小鹿不仅让古木森的鹿群迅速壮大，还成为了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就是有一年有个日本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他就比较喜欢这种就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呀啥的，就过来体验了几天。完了那时候他这个刚出生之后，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就是沙库扎，就是樱花的意思。完了之后一直就叫着叫着，完了我现在养了他有七八年了，他就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给我下了很多，他第一胎下了一个公鹿，他就剩下的六七个都是母鹿，因为我们喜欢要母鹿，因为母鹿它可以产崽，就是种群壮大的速度就快一点，所以他我的种群里基本上一大半都是他生的孩子，所以他我就给他现在就属于养老了，他就再老我也就一直照顾他。假如有一天他是出去了没回来的话，我也会把他的尸体找到，因为以前我们鄂温克人就是像神鹿啊或者比较重要的那个鹿，我们都会给他举行封葬，就是在树上盖一个架子，把它放在架子上，让自己的心里有个安慰。有老去就会有新生，古木森夫妇在不断迎接小鹿降生的同时，自己的孩子也来到了他们身边。这张照片是2016年我和丹尼我俩接生的第一头驯鹿宝宝。这五年过去了，这头小驯鹿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和丹尼我俩也有自己的孩子了。从我怀孕了以后，好像驯鹿们都知道我怀孕了似的，平时喂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啊拱我啊什么的，怀孕了以后就不会，对我就是动作还比较小心的。他们应该意识到了吧，我记得我挺着肚子在他们面前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还挺好奇的过来闻一闻，而且那时候加拉塔在肚子里还动了一下，他可能也感觉到外面有鹿。他吃肉饼呢，小鹿吃。他们也知道他是小朋友，就是会跟他一起玩啊，蹦蹦跳跳的小驯鹿崽围着他，他俩追赶着跑着玩，可好玩了。他会觉得稍微小一点的动物啊，他就会想着去保护他们。加上他小的时候在森林里，他就看到小鹿，他说：“妈妈，我保护他们。”现在给我喂的那两个小鹿牛奶，它的妈妈不要了，这得烫一下这个奶，让它在30到40度，这样它不拉肚。它都看着了，要吃呢，你看要进来了。孩子跟妈妈去取。完了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小鹿。走，儿子，给，你喂那个小小的。那就是小小的吗？来，哎，那个小小的呢？过来，来，加尔塔，哎，这儿呢，哎，来，吃奶喽。咱俩找找他。我喂王宇吧。那走，咱俩从这边出去，走，儿子，从那个门走。哎，你不能喂王子，来，过来吃奶了，走，来，站起来，
真棒，对，给你拿着儿子，给我喂这个来。哎呀呀呀呀呀！儿子，站住，站住，你别动它，你转圈儿。那个小鹿就是在附近生的，我发现有几个母鹿没回来，我就出去找去了。完了，有几个母鹿下着崽，带着小崽搁那趴着。完，他妈妈看着我之后，就跟我们回来了，把它扔那儿了，不管了。我又回去把它抱回来的。都喝没了，不冲了。不喂了，他是在家生的，在附近生的，第一次接着双胞胎，完了就特别高兴，就往回跑，我就喊，我说是下双胞胎了，他的那个姐姐就站起来了，能吃上奶了，他一直站不起来，吃不上奶，抢不上奶，越吃不上奶他越站不起来，我就把他妈抓住了之后喂着他，让他跟他妈三个小时他就站起来了，正经是叼奶头往里裹着，嗯，他把舌头伸出来，他应该从上面下面顶着这么的。对，小鹿虽然站了起来，但古木森发现小鹿始终学不会自己吃奶，而鹿妈妈也因此不再管他了。别整太多了，整一半，嗯，别呛着他，整一块，然后让他吃一会儿，然后再给他整一块。他妈真不可能要他了，不要了。嗯。在多次人工喂奶后，小鹿也终于发出了第一声鹿鸣。都呼嗓了，我感觉。松开他吧。你看这不叫了吗？嗯，这会儿叫了。我就开始喂它牛奶，但是它一时接受不了这种牛奶的那种乳体，它就开始拉肚，拉了半个月，就是一直喂它药打针，给它救活了。一家人都对它特别好，就把它那份母爱给补回来了，就是把它当自己的孩子养。这家这家，快领着弟弟去喝奶去。嗯，现在它就是特别健康的一个小鹿了，它就能活下来了。现在来，去看看小白的状态。来，嗯，这是 W， 这是 W 啊。小鹿就是 W。嗯，那大鹿呢？大鹿叫 M。啊，大鹿叫 M 啊。来，走。那个小白跑哪儿去了？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小白来了。哎呀哎呀，给你活泼的，来，哎哎哎。他也真馋呀，真馋呀。这个就是双胞胎的那个姐姐，我们现在喂的那个是他的弟弟。好看吗他儿子？你看他进去了。哎，快把他拽出来。对，搂脖。小鹿加尔塔对小白也格外喜爱，每次喂食他都会用身体挡住别的小鹿，让小白先吃饱。走你，走你，挡挡挡挡挡挡呀，你是谁呀？你咋这么小呢？长得小白。嗯，快喂小白吧。但对于加尔塔来说，他最牵挂的还是陪伴他一起成长的小白的爸爸大白。这大白看着我们怎么不跑，
我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我走。你去给你的大白喂点吃的吧，你拿个苔藓。行。大白吃东西啦。吃东西啦，大白。大白吃东西啦。吃来。来转过头吃。儿子，你在妈妈肚子里见过他吗？加尔塔，你记得吗？你见过吗？没见过。对呀，是大白，是你出生了以后才来的，对不对？大白与加尔塔同岁，最初是丹尼奶奶的掌上明珠，但因为丹尼和加尔塔都很喜欢大白，老人家就把这只鹿送给了他们一家人，而大白也忠诚地守护着加尔塔。白鹿呢，是我们客人的神鹿。最早的时候有萨满的时候，他是给萨满驮他的物品的，也叫马努王。这个现在全国有四五头，但是他是最白的一个，纯白纯白的，没有杂毛。白鹿的它比较独特，比较纯洁，它也代表我内心的一个方向。我就想把鹿养好。越多越好，然后把这个我们奥卢亚乡这个驯鹿种群壮大。白鹿的寓意也特别好嘛，寓意我们问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的鹿群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这其实可能是我奶奶对古木森的一种信任吧，然后想让我们把这个养鹿文化传承下去。有个鹿有点感冒了，给他打个针。下午3点钟的时候再给他打一个恩诺沙星，换一种药。早上来的时候看着他流鼻涕了。从养鹿就开始，我都是我自己看病，对，每天都得看。他们要是有什么难受的情况，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喘得厉害，肺子有毛病。每年都有一个时期，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有快秋天的时候愿意得病，冬天就好。完了，一会儿再给这些鹿驱驱虫。哎呦，你这不白扎了吗？这不活该吗？行，扎你好几回呢。欧了，这鹿我可是一年去好几次虫给他。那回我看他瘦的都不行了，我给他下打了5毫升。这叫山毛草，也是苔藓的一类。我们叫喇叭卡，把烟儿给它熏好了，它们就白天回来好休息。要如果它在野外的话，蚊虫特别多，它就休息不好，它一直在抖啊、躲呀、跑啊。从早上6点钟开始点，点到晚上5、6点钟，12个小时。它这个熏，点着火，拿它把火压灭它，让它出烟儿，这样的它就蚊虫就少，
如果这没有这个烟儿的话，这些鹿它就不能这么安心地躺在这儿休息。古木森有两个驯鹿场，经常要两边跑，去照看放养在森林深处的驯鹿。拿点豆饼去找鹿去，把鹿找着看看在哪儿呢。走，溜达一圈去，走。走走走，走，出发，走，走。走走走。现在这个季节呢，蚊虫比较多，它每天早上都会回来，就不用天天去找去。因为有很多鹿岁数小一点的，或者岁数大一点的，都可能会掉队。我们都得去找去。就有一年，母鹿就没把小崽带回来，那就是肯定是出危险了。出去找，一看也没有，母鹿也不找了，那就是被鹿被东西抓了。抓了第一天抓了五个，隔了几天，在一个月之内把十个小崽全吃没了。当时就是上火呗，难受，心里堵得慌。上火就是胸里有炎症。持续到现在都有后遗症。有铃的声就是意味着找到了，找到了就是高兴呗。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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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过来了，回来了，这一大片，来吧，放你们走喽，吃饭去吧。养到现在就是一种我自身的生活习惯了，已经融入到我血液里头了，离不开他们了。我在这儿，我才心里才安稳，跟他们在一块儿，我的心里头才得劲儿，能感觉到踏实。可能到我老的时候，可能就是更离不开了，就是在融入到我生命里头了，就是那种感觉了。应该越老，可能对他们的感情越深。小白。被夹里面了。他生在这个民族，生在这个始祖部落里面，他其实肩负着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肯定要去习惯这个鹿，还有他这个我们这个生活环境。以后可能很多事情得交给他去做去。看妈妈笑一个，加他。咋叫的？假叫男孩，真可爱。在18岁以后或者20岁以后，他有一个人生目标的时候，我就可以问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意愿去再去养鹿去。如果他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会鼓励他。我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的黑夜。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
我也不想看到他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